这个咋吃的？头一回吃啊！吃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哎呦！哎，等一会儿。还行。有一股那种虾米的味道，海腥果然很腥。这个得慢慢吃。梅干菜扣肉拌饭，今天跟风吃个大羊脑，噎了吗？上面放那个火鸡料的那个了，火鸡面料。Okay.